其实我想问一下，作为一个歌台歌手，通常肚子里要会多少歌可以出来唱歌？最基本的哈，平均平均最基本几百首歌吧，300首、400首吧。最基本就300-400首，最少啦，最少。哦，最少啊，最少。背歌词都要背一年吧？对呀，不用背的，这是我们的老本行啊，很容易记的。这是他们那一队的吗？我们这一队基本都是不得要500首歌。我就知道要讲这个，最一年啊。对，我要胃开始浓了，两个。我跟你讲，去上两千。对，哎，自己讲自己好是没有用的。是，好，我们要观众评。我们现在请两位队长站在当中来，好，队长来代表一下哈，来，等一下你们这里的现场观众，你们觉得哪一队好，就把这个花环套在他们的队长头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有请了，来，准备，现场找了10位观众，这个，快去抢，赶快去抢，别等什么，快点，哇哇，等一下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哇！不是，哇！你看我都哇！这个没有参加奥林匹克，真是太浪费了。掉了掉了！哎，你们把我们这么好一个活动搞得这么暴力，哎呦，大哥大来了，来来来来，掌声欢迎建斌。建斌大哥，请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哎，建斌大哥，哇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你知道吧？再不来要打起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太好了。实在难评，他们的表现好不好？哦呦，简直无可挑剔啊！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啊。嗯。真的，真的，哎，对对对，那哪一队表现比较特别一点啊？看一看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坏不是自己讲的，是观众讲的。对对，我们先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看一看这里多少，统计一下嘛，来，统计一下，算一下，统计一下，算一下，算一下，哎，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来，一，哇，好像那个我的同面的，我的同乱的，四，五，哎，五个。另外一边也就是也是五个了，不用数了，不用数，总共10个观众，打成平手，大哥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哎，你想一个办法好不好？对呀，我们广告之后就照你想的来。好，怎么样？剪刀石头布，太小朋友了，没有用了，我们再比喽。好啊，广告之后我们观众现场点现场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